就算你们不怪妈，但是你们的爹一定不会原谅我。
早上七点多一点了，我们都坐出发，吃好在食堂里面吃一点早饭，到八点钟是正式上班，但是我们一般都在八点以前，特别是门诊的话，我们七点四十分、七点四十分都要到，坐在门诊，病人都已经在那里等了，所以比较早的上班。那么到11点半下班，病房里面的话呢？ 早上的先是交接班，都要把交班呢，一般都是要，好像小会一个晨会，早晨的晨会了，还要开一个小会，让他把这个病人头一天的情况要分析一下，要汇报一下有什么新病人进来，有什么问题，分析一下，那么再接下去呢开始查房，查房是一个早上的主要的事情。 那么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今天是第三天，今天先这个第三天要用掉，因为这个药了，阿奇每次这个药和其他青霉素类的都不太一样。你看，给他喂病毒的那样。那头给他捧。哎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放一下啊啊啊啊！现在是用什么？ 刚刚91，91用的是红霉素了，用的就是，里面这个，哎，里面那个就是红霉素跟羊水。现在没有好了，没有。口服，口服大概三天，再停三天，又口服三天，这样连做它个两个疗程的。反正剧烈病这边压病也都有一些，就是是不是？ 现在都是11点半，中午吃好中饭，稍微的眯一下，稍微有一点短暂的一个间隙，可以坐一会休息一下。他们那些医生呢，主要是做那些新的病人进来啊，新的病人的处理啊。像我们主任的这些人呢，一般都是高年资的这些，会诊啊，这个有的嘛还要写一点东西啊，或者计划啦，这里面搞搞。 搞搞课题啊，或者什么这些事情，还要带他们，有的时候要分析一下，有些病例经常要会诊，那是病房里面。但是门诊的话呢，整天就是基本上坐起来，这一个一个的不停的看，每天基本上有，空的时候90几号，如果忙的时候的120、130号病人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就是已经很紧张了，一天，这个时间是非常紧的。 我们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书画爱好者。
他现在还这么想吗？哎，还是这样想的。这有，但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查过了，他说网上查了过了，看不好了，就是没有希望了，所以他也不想花这个钱。哎，我那里人还要作为家长要拿来，那个那个农药的，我那个地方的叫我那是些也还在讲，麻烦提前想啊。 预约的先查个，还要多少？就为这点事呢？等等，多少人吃吃的啊？我那也。也，但是你，但是你，既然你也先约束个，但是他现在这个时间你应该。不抢救你是不行。因为人家抽筋昏迷倒了，真的不想看，那也好，放在这里我们没办法治疗了，也没用不也好，用不来也不是办法。还有人打扑克，我哪能？ 你去四个，你没办法，就没医了，没办法，可没医。侬看人家挂在区人居，可再好，再好，再好。那有效的，到那里去？我现在那几个人都好来了。你不一定就进来也弄得来。不个，有几个老母也无治的，反正我们也。也是农民村长，我那里没个经验，我说那我到底放到这里打针处理做个呢？还可以打针的，把那个叫阿姐放到一种，比如讲医院里头一样治疗了，还是药啊，我那里按治疗了。 这个人可能今天晚上我估计就要不行，他那个颅内压力很高，一下子可能就去掉了。
我们这里出院转院，我们这里都已经给他开好了，准备已经弄好了，准备走的，本来是下午要走的，但是他犹豫到下班也不走，到现在还不走，他就是不肯走了，现在有，他说那边去希望。压力太重了，下面的早晚就不肯走了。可以，不会。他现在把你叫回来是怎么着？这个是他本来负责的事情，东西都拿走了没有啊？那应该走掉了吧？这么急躁的人，刚刚跟我来讲的时候，他们不想抱回去，所以我感觉对他好像是。就是不尽心，所以他总感觉到好像到你们这里的是赚钱，你们医院是要赚我们的钱，对他呢不负责的，这么用的药呢可能好像是你们有好处的药没用，没好处的药没不用，他都是这些想法，这样一想的话嘛，大家就没有一个互相信赖的这种感觉，没有，看病的人也是这样想的，你如果说不满意了，我们巴不得你不满意的话，你就要么到其他医院去看去，到外地去，到上海去，到杭州去，到那种上级医院去看去，我们可以减轻我们的责任。那么你比方说有些毛病诊断不明确的，我们要给他做很多很多的，甚至有些是关联性不很强的那些检查，这样也查一下，那样也查一下，到最后我就可以有理由说我是这个毛病，是这是你的毛病的问题，这样，这就是说免责的。这种避免给病人指责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家长这一块的心理也是这样，我们的心理也是这样，所以现在的医患就是说矛盾，这种矛盾跟这个我们国家的体制就是在这里。那么还有呢，现在的钱，看病的费用是贵起来，就是检查费啊设备都多起来的话，他就检查的费用会多起来，所以他对医院的信任度就会低下来。病人还有一些维权的意思，有些事情比方说他的隐私的保护，他的个人的有些利益方面 的冲突，如果说我们不注意的话，他马上就会引起矛盾。对这种稍微有一点四五十岁五十几岁开始进入五十来岁的人，他都经常会想到老家的情况，小时候的情况啊，以前的同学啊朋友啊，这些经历，生活的经历啊，他会比较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。这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特点。这条路到秋天来拍的话很漂亮，这些树叶、这些梧桐、这些树叶都黄了，那个时候颜色很丰富的，红红的、黄黄的。哎，喂，你好。那我那个柜子里面，到时候要来找看。我那个柜子是，他们钥匙是可能没有的了。我是六，那个在那个更衣室的，那个六号的下了，那个地方你进不去的，拿不进去的耶。我现在锁在那里。哎哎哎。
我来。像现在那个生地的话，对，因为我当时要我现在来的，要要要，就是先自己先吃上了。往我那个小时候的成长的地方。喂。哎。喂。哎。哦。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都荒芜了都。这砖头是人家堆在这里的。然后我去年把这些全部换掉了，把上面那些瓦片都换成彩钢的。因为漏雨。哎，很漏。原来这里有一棵石榴树，这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。苹果树，结果被砍掉了。现在没了。现在都是这样，老的房子都现在都空在这里了，但这些人呢，都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出去了，所以老家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家里面，都兄弟都外出了，没人了，家里就爷爷也出去了。都没人，这里都空在这里了，所以这房子的你看就全部都拆掉了，倒塌了一块。我的爸爸妈妈留下来的这个记录，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你看，借来一个酒瓶，借来一个什么什么粮食借过来，到有几两，比方你看豆腐八两，酒瓶一个。这个谁酒瓶一个，谁酒瓶两个，还有欠了供销社的几块钱，他这里都记在这里。这是七十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七十年代的时候留在这里。还有呢，像这个东西们已经还掉了，几月几号还掉了，几月几号弄在这里，都记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是还是奶奶的亲笔，奶奶写的字，它是黑板，但是这个粉笔字。这里原来是一个灶台，一个大灶台，这里有三口锅的，现在都被拆掉了。喝茶。哎呦，谁说啊？来，喝茶。能喝多啊？能喝多啊？哎。我们回来时候都是靠大妈妈照顾，妈妈这里呢，照顾我们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来的时候呢，烧点点心啊，什么的，落了脚喝茶啊，在这里。好好好好，哎呀，得不得那鱼？干还有个养那猪嘞。收起来，个那个卷帘子呀，你晓得个收啦？卷帘子，卷帘子，我晓得个收呐。晓得我过面去找了家就怪有弄呀。有弄啦，过面去怪有弄，屋里头空的。那过雨了，你屋里头淋雨了嘞，我骂你。往我屋里家收这里，真掏要掏高了是又不高，是不高又客厅啊，有的沙发啦，是弄电视机啦，放后头会加热个。还用发高又掏高了，哎呀，搬。哎还好一个呢，哎我这个好的个人是假的。现在这个阳光斜下来实在蛮漂亮的。我拿锅去吧，拿去吧，人家没来都拿这么锅去煮了不也。Ugh.